猪油渣又来了，我最爱的一款零食。我现在手里拿这一包是500克一斤装的啊，这是一斤装的500克，这个分量特别特别大。我这个还是吃剩的一半，然后一直留着，我今天再录个视频。猪油渣先来小块的，超好吃，超爱吃这款猪油渣。哎呀，这块有点大，咱家这个啊，高品质五花肉给你们炸制而成的，嗯，一点都不腻，嗯，太香，两个口味啊，一个是原味的，一个是椒盐的，我现在吃这是原味的，多好吃，这两口味太香，一点都不腻，嗯，贼爽。